相信很多朋友，白色力量是我们包祖文老师所写的，那他今天包祖文老师的家人也在我们的现场，坐在我们龙俊哥的旁边。我们非常感谢包祖文老师在年初的时候过世了，但帮我们写下这首非常重要的一首歌，希望未来可以用白色的力量来推倒黑暗，翻转黑暗，希望我们的未来用白色的力量。好，让我们请我们大家用帮我们包祖文老师的家人们鼓掌好不好？天渐渐光，你期待的是什么？我们一起唱好不好？是新的日子，也是未变的过去。上惊你已经惯习一种无进步的城市，咱来替伊讨回公平甲正义。所以暗夜无影好彩，何必阮色彩？用白色点着第一次，将黑暗点过来。毋通受束缚，打开心的窗，为美丽首都的将来创造新的梦。真的很感谢包祖文老师为我们写下这首歌，我们希望未来期待的是一个新的日子，我们希望未来有一个进步的城市，我们不要再管色彩，我们要用白色力量的意志把黑暗翻过来，创造属于我们台北市民新的梦。今天包祖文老师的家人朋友也到了现场，我们再一次用热情的掌声谢谢他们好不好？各位台北市民，何医师，因为有你们的支持才能走到现在，谢谢你们。渐渐光，你期待的是什么？是新的日子，也是未变的过去。上惊你已经惯习一种无进步的城市，咱来替伊讨回公平甲正义。一起唱。所以啊，头名好彩，何必管色彩？用白色点着的日子，将黑暗变过来。现场哦，那么大家呢一定是意犹未尽哦，时间还没有到，我们还要再唱一次吗？要不要？要唱大声一点好不好？一起来。天渐渐光，你期待的是什么？是新的日子，也是未变的过去。上惊你已经惯习一种无进步的城市，咱来替伊讨回公平甲正义。所以啊，头名好彩，何必管色彩？用白色点着的日子，将黑暗变过来。受束缚，打开心的窗，为美丽首都的将来，
望。待会大家，我们用最大声、最有力的力量，唱出我们这一首属于台北市民的《白色力量》。听你讲讲歌，你去台北是什么？新新的日子，也是袂变的过去。上惊你已经关心一种无进步的城市，咱来替伊讨回公平甲正义。所以啊，头行好在，何必管色彩？用白色点着的意志，将黑暗变过来。就说吧，怕天生的痛，为美丽首都的将来创造新的梦。大家一起唱好不好？所以啊，阿婆真好在，何必管色彩？用白色点着的意志，将黑暗变过来。不通受挫败，打开心的窗，为美丽首都的将来，创造新的梦。小姐是，我民国这个民国七十，民国四十一年，这62年前教过的学生，非常的可爱。他那个时候当这个班长，我要调到这个香山国小，我。跟全班的学生讲，我说我现在上的这个音乐这一节是最后的一节课，我要调到乡下去了。这那个时候，基正小姐班长一面哭一面唱这个《我的家庭》，所以我今天选了两首歌，一首是这个思念的故乡的父母，
这个是头一首歌。第二首歌就是我的家庭。好，我们谢谢。不管到哪个地方，到中国大陆，到美洲，到非洲，到澳洲，但是我们的故乡就是台湾，台湾就是我们的故乡。谢谢，谢谢我们纪正团长以及柯爸爸，我们请他们一家人手牵手，好不好？然后跟我们说台北市民说一声谢谢，来，我们往后推一点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大家也不要忘了，明天一定要出来投票，让我们再来最后一次喊我们的口号，哇！